澳门已故赌王何鸿燊爱女何超莲身穿红金色露腰旗袍，手上戴着三对的龙凤金镯子，贵气逼人。18号与大陆男星窦骁在巴厘岛举行婚礼，豪值近2亿的世界婚礼最新 vlog 曝光。觉得非常感动的一点，就是我到现在准备要出发了，我对于婚礼的任何细节我都是不知道的，我全部被蒙在鼓里，因为婚礼是由新郎一手包办的。给足新娘满满的惊喜感，整场婚礼由窦骁一手包办。第一时间，新郎官窦骁也率先在微博上晒出婚照，写下短短的三餐四季 ，tag 何超莲，而何超莲则转发留言，余生漫漫，两人的爱意溢于言表。照片中除了中式礼服举行传统仪式之外，还有西式的浪漫白纱照。何超莲穿上透视婚纱，在亲友见证下交换戒指。有媒体收到小两口的伴手礼，内容物也很豪华，包含贵妇乳霜、巧克力、香水，总价不菲。卡片上头写要开启人生篇章，将共担风雨，同沐阳光，成为彼此更好的人。但原本传出将在典礼献唱的邓紫棋，在两人宣布结婚后，远端发布祝福。最浪漫的事，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爱好。我对于食物一开始是没有追求的，但是呢，跟大家在一起之后，就是我们两个很喜欢去探一些小店。小两口恋爱4年，修成正果。其实窦骁在认识何超莲之前是个穷小子，曾一日打3份工，直到遇上张艺谋之后成为大陆一线男星，现在又娶到赌王千金，几十亿的嫁妆让窦骁成为名副其实的亿万驸马。TVBS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